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面包还有酸奶，那我开始吃了。这是蜜豆车轮包。刚刚闹钟响了。这个我用微波炉加热一下，现在冷掉了就特别有嚼劲。这个是鸳鸯蛋糕。这外面一层好像虎皮，里面是有奶油的。这个是曼可顿的牛奶棒。这个好软啊。刚刚吓我一跳。这个酸奶一会儿我会刮干净的，那今天就先吃到这里吧，拜拜。